过，是，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能够厘清一下这整个这个问题的这个脉络。那其实有蛮多的这个社会大众也都很关注这个议题，所以我想从最源头开始来讲好了。申论的部分在报告里面都有啦，我想我们就比较简单的这个是非来了解跟确认。第一个，眷村的眷舍在一开始的本质，它是照顾在战后来台的军眷，让他们有地方住嘛，对不对？当时拨迁来台之后的军职人员还有军眷哈，他照顾的方式很多，在居住的方面，他如果领有这个房租补助费，他就不会配眷舍。对，我想这个细部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做说明。当然有很多不一样方式，但他的本意就是要让没有地方住的这些，可能还是比较弱势的这一些眷，这个相关的这军眷人员有地方住嘛？是，委员，但是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一定要有眷。好，要有眷，这个我了解。单身的就不行。这个我了解。那我讲的是当初啦，刚到的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大概这样的规范嘛。然后第二个就是，那所以当初我们给他的是居住权还是财产权？给他是房屋的，我们讲应该讲民法上的使用权。对，民法上的使用权，所有的地上物跟土地都是列为公产管理。所以人如果说从人权的脉络来讲，我们就让他有地方住，就是一个居住权的保障嘛。是，对。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他大概本质上就有点像是这个军工教或是公务人员宿舍的有点那样的概念啦。是，那我想这样说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早期这些眷户他们可以转卖给一些不具军眷身份的居民，或是说他自己找建商，他把它改建成三四楼这样子的这种状况，那国防部也没有去禁止，那也没有去明文去规范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去让他们去杜绝这样子的状况。那原因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跟委员说明一下，如果说他是属于私自转让的哈，就是他转让给一般人，是不是我们当初核配的眷户的话，那是违反我们那个军眷业务处理办法里面，他是要注销他权益的。对，基本上这个我知道，你们一定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依照事实的这个状况，那有去在了解眷村里面实际的状况的话，大部分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转让。或转卖，很多是转卖的这个方式，他就是实际上已经当成是财产权，甚至于说这个土地不是他的，明明是国家的，但是他也已经改建了，但是国家也没有去禁止他嘛。所以某种是对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我知道你们主张说这个应该是宿舍的概念，但是在实务上面来讲，他已经成为这个财产权的处理，很多人他也是善意弱势的第三方，他也不知道说你们的规定是怎样，但是他因为比较弱势，那这个老兵要卖，他可能是用比较便宜的方法卖，他在别的地方买不起，他就来这边买这个地方，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财产权的这个规范嘛，对不对？实务上是这样啦，照你的了解也是这样嘛。是，如果他不了解这个房子的属性的话，他跟他买的这个比较低的这个房子的使用权，当然他是没有所有权的。那这个是他不讲，两造不讲的话，可能我们军方也不见得会了解这个房子他现在是给他的朋友还是给他的亲属来居住。那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所以这一些人他拥有的这一个财产权，他认为他拥有财产权，而不是说他，而且很多他还是用买的，他并不觉得说他今天是国家的宿舍交给他来住，因为他还是用钱买的。所以这一些人他的财产权，他是因为要嘛当初我们应该执法很力，就是完全杜绝你就是不能转卖，那结果不是这样。我在这边提的话，我如果有一些人不太清楚我们到底在讲什么财产权或居住权，我举一个例子最简单。我们来到立法院服务以后，我们有被配桌子椅子可以使用，我们有使用这些桌子椅子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变卖，我们不能把我国会办公室里面桌椅全部拿出去卖转售给别人嘛。那我的使用权有一个期限嘛，大概我们在这边讨论的就是这个权利的概念。那所以我们在国家上面也因为这样子保障了很多人的一些居住权，不管军人、公务人员等等都有。那个并不是给他的财产，对不对？是，那个是保障他在他服务的这一个年限，有可能是到他这个服务，有可能到他过世都有可能给他的一个居住的保障。所以这边我们如果确定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在眷改条例里面，既然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眷舍的概念是
居住权的概念，而不是给他财产的概念。那么我们在22条、23条也都是用这样的概念来去执行，说哦，三分之二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的宿舍当然可以收回来啊。那为什么24条改建了以后却可以卖呢？但不是他的财产啊！如果我们的概念是保障他的居住权，怎么会在眷改条例的第4条，他又变成可以卖？24条是他是将来配合改建以后，他抽签配到的我们改建基地的房子，那就是变成私产，他要负担一部分的自备款，是由国防部，但是是非常低价嘛，而不是一般的市价。所以我现在讲就是我们给他的这个特别的福利，在本来给他眷设的意址上面，就是给他居住权。我先这样讲好了。今天公务人员他如果住这个宿舍，然后哦，假定这台大的老师他住在台大的宿舍，台大觉得要改建那一个地方，改建了以后，他可以说因为改建新的你就可以卖吗？不行嘛。理论上应该要这样维持，但是我们现在改了，我们24条的时候突然变成说他也可以改卖。我想在这边就是要告诉你的是，我们22条、23条都是居住权的概念，因此才会衍生出不同意的，他就什么都没有，我宿舍要收回来。但是到了24条的时候，又变成是可以卖的。当我们改建完了，又变成可以卖。这个眷改条例为什么它这么矛盾，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本身上面没有把我们要保障军眷什么权利想清楚。我们到底是要保障他居住权，还是要给他财产？我们没有在一个很清楚的脉络之下来去定这个法律。那这个法律既然已经有这样的矛盾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这边我想最后厘清，也希望眷福处用这样子的概念把这个脉络想清楚以后，我们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刚刚脉络应该很清楚，就是从战后这些老兵一起来台湾，一起来台湾以后，我们想要保障的是宿舍这样概念的居住权嘛，是这样子的。那到了，但是实质上开始有很多实物的这个财产的这个交易，导致有一些人买了以后，他误以为他拥有财产权，但是这个是当初行政跟立法的怠惰，让他花钱买了以后，然后你告诉说他不是。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回归到他的意志，也就是今天刘世芳委员跟王定宇委员的提案，我们尽量要把他拉回居住权的概念，也就是像我们怎么去保障公教人员的这个宿舍的概念，不能让他可以变成这个杜绝这个炒作的歪风，让他变成可以转卖，好像立法委员可以把我们的桌椅都拿去卖一样，我们要尽量拉回来这样概念。但是当初善意的弱势第三方，他去买到了这些房子，他也认为他拥有财产权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样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因为他不是炒作的人。我们现在如果再给我一分钟就好，如果我们按照目前国防部大致的建议方向来维持现行法案，那就是延续现行法案的问题，也就是在居住权的方面我们又保障不够，而且还衍生了这个炒作的歪风。而在这个财产权的部分，有一些善意的第三方他买到了这财产，结果又不是他的，我们要改建的时候也不问他，他花钱买的财产，结果有人来跟他说要改建，他也从来没有被询问过同意不同意。那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要保障他，是在这两方我们想办法来保障，所以绝对不是维持现行的法案就可以处理，维持现行法案就是维持刚刚讲的这两个问题。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罗志镇委员他提的修法，对于占用户我们还是有给他拆迁补偿，比照地方政府公共工程。我想如果今天我最后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你是善意的第三方，你买了一个东西，你不知道你们前面到底怎么搞的，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弱势，所以我来买了这个房子，我也是花钱买的，最后你跟我讲说不对，花了钱买的不是你的这一种状况，你不能跟他说我要拆就拆，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是善意的第三方，国防部自己执法的这个疏忽，立法院过去立法的怠惰造成的这样的事情，不能是由善意第三方他自己来承受。所以怎么样保障他的这个财产权，我最后回来，我相信今天我们不会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答案，但是我要呼应刚刚刘世芳委员讲的，就是在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还是要再一次拜托，希望这个相关强行拆迁的作业应该是可以暂缓就暂缓，拜托，谢谢。是，我们会跟他做沟通，跟委员报告一下。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我们现在问。